美国真的没有比较好，原来他们真面目是这样。美国人来韩国参加我们朋友的那个结婚，我们要包一个红包，可是那个朋友他拿一个烤箱，可是他就说为什么他们没有烤箱？我是对啊，因为不是他结婚，干他屁事！我承认你看，美国人是不是真的很酷啊？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